各位教友早晨，今天是四天期第五主日，祝侯永，请大家一起回唱颂恩的第562首《仁爱救世天主》。我们按照基督的教训，在每台弥撒开始之前，在主的台前再一次承认自己生活上种种不足的地方，我们求主宽恕。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天使承认我在思念和在罪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公审天使和玛利亚天使圣人和领导各位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常乐于实行爱德，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同你同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
攻讀厄則克爾先之書。吾主上主這樣說，看，我要親自打開你們的墳墓，我的百姓，我要從你們的墳墓中把你們領出來，引你們進入以色列地域。我的百姓，當我打開你們的墳墓，把你們從墳墓領出來的時候，你們便承認我是上主。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們內，使你們復活，叫你們安居在你們的地域。那時，你們便要承認我。上主言出必行，吾主上主的斷語，上主的話。立唱詠，立唱詠。上主富於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上主富於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上主，我把心冤，我由心冤向你呼號。我主，求你俯聽我的哀，我的呼號。求你側耳俯聽我的哀號。上主富於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上主，你若細察我的罪辜，我主，有誰還能站立得住？可是你以寬恕為懷，令人對你起敬起愛。上主富於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我仰賴上主，我靈期待他的聖言，我靈等候我主，切於今呼待旦。以色列，請仰賴上主。上主富於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因為上主富於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他必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一切罪根。上主富於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攻讀《聖保祿中途之羅馬人書》。弟兄姊妹們，凡隨從肉性的人，決不能得天主的歡心。至於你們，你們已不屬於肉性，而是屬於聖神。只要天主的聖神住在你們內，誰若沒有基督的聖神，誰就不屬於基督。如果基督在你們內，身體固然因罪惡而死亡，但神魂卻乃正義而生活。再者，如果那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者的聖神住在你們內，那麼那使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也必要藉那住在你們內的聖神，使你們有死的身體復活。上主的話。福音前夫婦，請各位起立。
瑪利亞就是那曾用香液敷抹過主，並用自己的頭髮把他的腳擦乾的婦人。患病的拉匝鹿是他的兄弟，他們姊妹兩人便派人到耶穌那裡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耶穌聽了便說：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並為叫天主子因此受光榮。耶穌素來痛愛瑪爾大及她的妹妹和拉匝鹿。當耶穌聽說拉匝鹿病了，仍在原地逗留了兩天。此後耶穌對門徒說：我們再到猶太去吧。門徒向他說：立起，跟來猶太人圖謀砸死你，你還要到哪裡去麼？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十二個時辰麼？人若在白天行路，不會跌碰跌，因為看不見這世界的光；人若在黑夜行路，就要碰跌，因為他沒有光。耶穌說了這些話，又給門徒說：我們的朋友拉匝鹿睡著了，我要去叫醒他。門徒便對耶穌說：主，如果他睡著了，必定會好的。耶穌原本是指拉匝鹿的死說的，門徒卻以為耶穌是指安然睡覺。然後耶穌就明明地向門徒說：拉匝鹿死了，為了你們，我喜歡不在那裡，好叫你們相信。我們到他那裡去吧。號稱迪迪摩的托馬便向其他同伴說：我們也去，同他一起死吧。耶穌一到了伯大尼，得知拉匝鹿在墳墓裡已經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約十五斯塔地，因而有許多猶太人來到瑪爾大和瑪利亞那裡，為他們兄弟的死安慰他們。瑪爾大一聽說耶穌來了，便去迎接他。瑪利亞仍坐在家裡。瑪爾大對耶穌說：主，如果你在這裡，我的兄弟決不會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天主求什麼，天主必要賜給你。耶穌對瑪爾大說：你的兄弟必定要復活。瑪爾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時，他必要復活。耶穌對瑪爾大說：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麼？瑪爾大回答說：是的，主，我信你是麥西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瑪爾大說了這話，就去叫他的妹妹瑪利亞偷偷地說：師傅來了，他叫你。瑪利亞一聽這話，就立刻起身到耶穌那裡去。那時耶穌還沒有進入村莊，仍在瑪爾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陪同和安慰瑪利亞的猶太人見瑪利亞急忙起身出去，便跟著他，以為他到墳墓裡去哭泣。當瑪利亞來到耶穌所在的地方，一看見耶穌，就俯伏在他腳前向他說：主，如果你在這裡，我的兄弟決不會死。耶穌看見瑪利亞哭泣，還有同他一起來的猶太人也哭泣，耶穌便心神感傷，難過起來，於是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他們回答說：主，你來看吧。耶穌哭了。於是猶太人說：看，他多麼愛他啊。其中有些人說：他既開了瞎子的眼睛，難道不能使這人不死麼？耶穌心中又感傷起來，來到墳墓前。這墳墓是個洞穴，前面有一塊石頭倒著。耶穌說：挪開這塊石頭。死者的姐姐瑪爾大向耶穌說：主，已經臭了，因為已經四天了。耶穌對瑪爾大說：我不是告訴過你，
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明吗？他们便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便大声喊说：拉撒勒，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就有许多人相信了他。上主的话。今日第二篇读经《罗马书》圣保禄有几句好好嘅话，佢哋话：圣神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同样圣神都使我哋有死嘅肉身复活。所以圣神同复活好似纳埋一度，所以我就用呢个嚟做主题啊。圣神同复活，反省圣神同我哋嘅关系。圣神能够使到我哋肉体已经死嘅人复活，但系同时亦都能够使我哋精神或者话属灵已经死嘅人复活起嚟。所以今日就让我哋睇精神同我嘅关系系点。第一篇嚟自厄扎克尔先知，大家听咗咁多次咧，应该知道厄扎克尔写嘅时候。是猶大已經亡了國，以色列人充軍到巴比倫的時代，你可以想像那個時代的以色列人是你可以說士氣非常之低落的時候，在那裡埋怨為什麼會亡國呢？我們這個天主的子民，天主為什麼不拯救我們等等，很多一定是心情是很壞。先知就用坟墓嚟比喻佢哋嗰个状态，呢啲人已经坟墓咧，即系死气沉沉啦。坟墓就系人同天主隔离嘅一个境界。我需要话，佢哋好似喺坟墓里边一样。而家天主直接先知话，我会喺从坟墓里边将佢哋领出嚟，我嘅神。入到佢哋嘅身體裏邊，佢哋會復活。講出一句咁樣嘅話，嗱，厄扎克爾先知嘅時代咧，還未有我哋今日新約咁清楚死人復活嘅呢種咁樣嘅啟示，當時還未有。所以佢哋講復活咧，大概係指嗱，佢哋而家屬靈生活好低。好似死咗一樣，好似坟墓里边一樣。但系而家天主嘅圣神嚟到佢哋身上咧，使到佢哋复活起嚟，充满翻感受到主同佢哋喺一齐，即系唔好成日埋怨天主啊！一个好低落嘅环境底下，成日都埋怨天主点解唔嚟拯救？天主嘅圣神嚟到佢哋身上咧，使到佢哋感受到天主嘅临在。这个才是紧要的，所以事实上也是我们听到很多漂亮的圣灵，就是那个时代写。我多次介绍大家看圣灵二十三，就是那个时代，那些人能够深深感受到天主是跟他们在一起，天主是他们的牧者，我一无所缺，能够充军亡国的时代感受到主同佢哋喺一齐就够啦，系，所以好唔同啊！你可以话属灵生活已经复活起嚟，所以呢度先知所讲嘅复活，大概系指呢一类嘅复活，死咗嘅啦，都系啲信仰生命，
失望，但係而家聖神嚟到咧，使到佢哋復活起嚟啊！今日嘅答卷名係聖經130，就係嗰個時代寫嘅。上主感受到上主富於仁慈，佢會慷慨救活，佢會拯救以色列脱離一切罪過。啊，唔係話使到佢哋能夠復活，唔係講緊嗰啲嘢啊，有拯救以色列離開佢哋嘅罪過。因為罪過使到佢哋亡咗國。好，第二篇讀經，羅馬書。羅馬書係聖保羅即係好重要講教義嘅一部書啊，特別呢一段啊好重要，清楚分別出教人要隨從聖神去生活，唔好隨從肉性去生活。隨從你自己嘅肉性就導致死亡。隨從聖神咧，就使到你復活。然後佢有個保羅話：天主嘅聖神使基督從死者中復活，亦都會使到我哋啲信仰耶穌基督嘅人能夠從死者中復活。嗱，保羅係新約時代啦，呢度講復活咧，就的確有肉身復活嘅意思啦。所以呢度保羅能夠係教導我哋。天主聖神嚟到我哋生活嘅時候，喺我哋為我哋同我哋嘅關係好清楚，有兩種，一種係幫助我肉身嘅復活，即係話，當我哋有一日我哋個個都會死啊，但係相信耶穌基督嘅人，聖神會使到我哋復活起嚟，獲享永恆嘅生命，係一個好明顯嘅。是指这种我们在信经上面所讲的我信肉身的复活那个意思，每个人总有一天会死，但是我们不害怕的，因为圣神来到我们身上，我们个个都在主内复活，所以我们时时都怀着信心怀着希望这样生活，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复活的意思。另外一种复活就是我们仍然在世的，不过有时因为罪过的缘故，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如果有圣神来到我们身上，我们会可以改变的。随从肉性的生活，保罗就曾经在加拉太书这样说，你随从肉性又导致你有淫乱、不洁、放荡、拜偶像、仇恨、嫉妒等等，这些就是你随从肉性就有咁樣嘅生活。你隨從聖神就唔同啦，隨從聖神你就係一個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温和等等呢啲咁樣嘅善行喺你身上。所以呢度有另外一個意思啦。本來因為罪過嘅緣故，你嘅信仰生命死咗，但係聖神嚟嘅時候，使你活起嚟，活出有德行嘅生活。所以兩種不同的意思，一個是你肉身的復活，另外一個是你屬靈生命的復活。好，我們去到今天欲望的福音很長，這幾個星期我們都讀到欲望福音很長很長的記載，每一個長長的記載都帶出一些很漂亮的意思，今天都不例外。今日嘅故事讲耶稣复活拉撒路，拉撒路嗰个名嘅意思就系天主拯救，天主拯救，所以复活拉撒路显示出天主拯救人，借拉撒路复活佢啦，天主佢死咗嘅人，而使到佢复活。呢个故事又特别提到一个字啊，多次提到爱呢个字。比方这两姊妹请耶稣来的时候，很简单地说，主你所爱的人病了，是这么简单，连名都不提的，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这个福音作者又说，耶稣素来爱马尔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耶稣爱这一家人。然后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耶稣喊，所以啲话你睇下，佢几咁爱佢啊！嗱，呢个爱字喺整个复活嘅故记载里边提呢一点咧，亦都俾到一啲启示我哋嘅。
如果我哋有爱呢，爱系使人连起嚟。一个人即使死咗，有爱嘅话，呢个死咗嘅人会活喺你嘅心中，因为爱将人连起嚟。所以爱永远唔死，爱永存不朽。将来我哋复活嘅时候，都怀住爱去继续生活。所以喺呢度讲复活嘅故事里面咧，特别提出爱咧系有意思啊。好，整个故事最重要嘅就系耶稣嘅宣言：我系复活就系生命。不妨记住，整个复活拉就木系让人哋见到耶稣基督佢就系复活。佢为我哋带来生命。佢跟住讲嗰两句咧，好有意思啊！不妨我哋记住佢啊。顺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嗱，呢个系讲紧乜嘢嘢咧？顺从我嘅人，即使肉体生命死咗，佢仍然会活嘅，因为天主俾佢另外一个不朽嘅生命。呢个系指死人嘅复活。信耶稣基督嘅人。死咗都好，佢会复活，所以俾到我哋好大嘅安慰吓，同保罗书信里边讲嘅一模一样。圣神能够使人从死者中复活，所以遇到亲友死亡唔需要太哀伤，因为我哋相信佢会复活。当我哋自己面对死亡嘅神嘅时候，亦都唔需要太害怕，因为我哋相信有复活。所以耶稣说我是复活就是生命，很重要的这句话，信从我的即使死了都会复活。跟着那句，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就永远不死。我们这些是活着，但我们是信基督的人，我们永远不死，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身永远不死，指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死。我哋在世同耶稣有一个爱嘅关系，我肉体生命死咗之后都好，我哋呢个爱嘅关系仍然会继续嘅，我哋仍然有不朽嘅生命，所以爱系永存不朽。所以耶稣第二句咧就系指我哋在生嘅人，只要我哋信耶稣基督，同佢有一份爱嘅关系，我哋永远唔会死，但我哋嘅生命。几时都会继续，所以好靓嘅意思带咗出嚟啊！好，我哋反省今日呢个主题：圣神同复活啊！圣保禄好清楚讲出圣神同我哋复活嘅关系啊！咁喺拉撒路嘅故事里边，又点睇出圣神喺度呢？耶稣曾经有一句咁样嘅话：我嘅话。就是神，就是生命。耶稣的话有圣神在这里，你接受他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好像接受了圣神一样，为我们带来生命。的确，耶稣的话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所以今天耶稣叫人打开墓的石头，然后大声喊咩，拉撒路出来吧，耶稣以自己的话叫他出来，他的话赐予拉撒路生命，圣神进入他里面，他就走出来。所以耶稣的话就是圣神给到人一样。创世纪一开始讲天主创造人的时候，就将圣神赐给人。个故事，创世纪个故事就话，天主用泥土做人，然后向佢个鼻孔吹一口气，呢个人就成为有灵嘅生物。教父就话啦，嗱，天主将圣神赐予俾人，人就具备个有灵嘅生物啊。好可惜，人犯罪，圣神失去佢嘅圣神啊。而我哋后来嘅人。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领受圣神，藉着特别是入门圣事。所以耶稣曾经说，人除非由圣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
亞當失去的我們攞回，聖神來到我們的身上，聖神來到我們身上就要產生這兩種的效果了。首先兩篇讀經，保錄的書信和福音都是帶出這個訊息。第一個，我們肉身的復活，有聖神在這裡的時候，我們的身體雖然死了肉體的生命，但是聖神會給我們不朽的生命，所以我們時時懷著信心去生活。第二個就是屬靈的生命，有時因為罪過，我們自己的怠惰的緣故失去了，我們身邊時時都會有一些這一類這樣的親友在這裡，屬靈生命，肉體生命有，屬靈生命已經是沒有了。這個時候我們是需要聖神，特別我們需要為這些人祈禱，我們相信聖神能夠改變他，我們能夠跟天主的恩寵合作。好像這個故事裡面，拉撒路出來的時候，耶穌說了一句話，解開他，讓他行走吧。誰個解開啊？耶穌叫我們解開啊，耶穌自己不解開，我們是幫助耶穌解開他，使到他恢復他的自由，我們幫助天主的恩寵來到這個人的身上，使到他恢復，使到他從罪惡中釋放出來。所以都讓我們今天記得聖神和復活的關係，聖神和我自己的關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让我们起身向天主宣发。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被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家族从天降下，他与圣神有同性万有血肉躯，以成为人。他在天上被他救赎之时，为我们的罪受十字架上，受难与被埋葬。他是与圣灵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圣灵。他来了光明的国民，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何信圣神？他是主和父与圣灵者，由圣父圣子所降下。他和圣父圣子同心恩顺，同享光明。他曾是先知和先知。何信唯一至圣至高，从中和全下佛教父。我是你舍弟的圣世之一。我祈求使人的复活及后世的生命。为主兄弟姊妹，让我们这个团体，将我们每一个人连同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我们社会的需要，都向天上的慈父祈祷。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以圣神充满教会，使他活力充沛，带领世人走出生命的道路。为此，我们同心祈祷。
为流落世界各地的难民祈祷，愿他们从圣家逃离的经历中获得力量和安慰，以信仰和坚毅的精神面对危难。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使属灵生命已死的人复活，我们这样祈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奉献咏，请大家一起咏唱歌书的第102首，102首 Jesus Remember Me。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意。
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谢谢你所乐意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基督既是真人，他为朋友拉匝肋的死悲伤痛哭，他又是永生的天主，使拉匝肋从坟墓中复生。基督怜悯人类，藉着逾越圣事引领我们进入新的生命。为此尊威的天主，所有天使藉着基督恩赏你，永远在你面前踊跃欢腾。求你恩准我们亦都同佢哋一齐同声赞颂，不停地欢呼。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义，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周守仁，以及全体教士，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同精灵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刻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让我们一起领唱全能天主
崇敬主耶稣的来临，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且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们同在。请大家回祝基督的平安。请大家一齐咏唱歌书的第266首《爱我愿意》。
全能嘅天主，我哋既分享咗基督嘅圣体圣血，求你使我哋时时能做佢嘅肢体，喺佢内生活。因主耶稣基督嘅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此项事宣布。下个星期系圣周，圣知主日，就开始圣周。咁聖周嘅禮儀咧，今年有翻啊，幾年冇咗，今年有。聖周四主嘅晚餐係晚上八點，聖周五基督苦難晏晝三點，星期六晚上八點。咁所以八三八啊，從以前一樣，只係得一堂彌撒嘅咋嚇。所以復活主日同平時嘅主日一樣，有三台。愿主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上主，你的子民正期待你的怜悯，求你降福他们，必能由你手中接受你所启发他们渴求的恩惠。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弥撒礼成，礼成荣，是歌书的第133首。My God loves me。